杨子，这个新动植变化也太好看了！一分钟顶头变圆头，温婉气质，巨蟹联手哦。从耳朵上方取一层薄薄的表面的头发，在斜后方扒起来，一定要先把颅顶、侧面还有后脑勺扯成蓬松，然后快速变一个麻花辫，把它先向前折，再向后折，剩下的发尾向上折，连顶小碎发会更有氛围感。用小皮筋绑住，最后编三根小麻花，像这样 S 型把它扯出纹理。或者是两层，然后再这样取，不仅要留住两指或者三指的距离，接着打结，千万不要打在下巴这儿，不然会显得脸很圆。一定要把耳朵露出来，往头发的内侧拿上结，记得这边一定要给它拉扯出来。想要让头巾变得牢固的话，直接拿个夹子把头发夹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头巾绑带是比较长的绳子，我们可以利用它来绑麻花辫，扎入到其中一份头发，接着往下编就可以了。编好，用皮筋固定，多拉扯一下发丝。上段尾巴还可以延续成第二个发型，把麻花辫上身的自由，用一个比较粗的皮筋去绑起来。另一边一样的操作。留出发尾，用一字夹按压固定，按同样一个方向去卷。刚刚是按顺时针旋转的，反正接下来呢就逆时针旋转，直至旋转到发尾，这样才会松开。最后用小皮筋固定一些，可以稍微拉扯。就会的出油发型，直接变身甜美女主。首先，这个今年超火的 ins 感交叉双麻花，把头发从中间分成上下两部分。这里可以把右上角头发先盘起来，接着分别取左上角头发和右下角头发。接着呢，就是正常编一个麻花辫，尾巴用皮筋扎起来。另外两撮头发也是一样，重复一遍，同样的动作就好。最后加上灵魂丝带，不管是大瀑布的皮衣还是甜美碎花，都超合拍。公主半扎法，这个发型在扎之前呢，可以先把它卷一下，从耳朵斜上方划分出一个半扎法，然后头顶部分呢往后梳，梳出一个半圆形，这样就一个蓬松的高颅顶，刘海部分呢28分，然后再用小皮筋给它绑起来，固定给它拉手蓬松，还有侧边，用碎发整理器梳下刘海，这样会更有空气感。有的小宝也可以用明梳和定型喷雾 DIY， 耳朵前面再揪出两缕头发，这样卷发帮卷出一个弧度，弧度越大越好看。最后再加上一个发饰，稍微显显美人就是公主本人了。最后一个就是各大美妆博主的流量密码，侧面低挽头。首先在耳朵侧边扎一个马尾，位置在耳朵上缘呢就会变得俏皮一点，位置在耳垂下边就会温柔一些。头顶先给它拉扯蓬松，先随便编一个比较松散的麻花辫，可以给它拉扯的蓬松一些，然后再给它盘起来，这样整个完整体感就更大，证明就是看到它存在了。这样悠闲一下给它固定，固定好了之后再整理一下刘海，还有耳朵前面的两缕头发，最后别穿发卡或者是花花，真的温柔属的，赶紧去学起来，周末的美妆油吧。丑丑的蝴蝶兰盘发造型吧，得分中大女主大美女的氛围感。第一步，我们在耳朵前上方上扎一个高冷帅，然后把它编成一个三股麻花。第二步，我们手指从中间横向扣一个洞出来，然后把这个辫子从这个洞里穿一圈，长度就牢牢固定住了。发尾再塞到洞里来绕一圈，最后用线夹把这个丸子给它固定一下。如果想更加有氛围感些，我们可以在侧边再整个蝴蝶兰，靠近耳朵的右下角别处，长一个春卷。把头发分成两半，在耳朵靠下搭起来，分出一小缕，然后每隔10厘米扒一个小皮筋，把它先向前折，再向后折，用抓夹卡住，轻轻温柔，清冷氛围感拿捏了。先编两根细麻花，从耳朵上方取一半的头发，麻花辫夹在下面搭起来，然后把它盘成一个丸子。发尾留出来，用一字夹固定，剩下的头发分成两股，先往外转，再向内交叉，扯扯蓬松，稍事扁头，超有灵气呀、啊！先搭一个半马尾，编成麻花辫，然后盘起来，用一字夹固定，剩下的头发分成两股，编个细麻花，清爽干练，甜酷女孩必备。在耳朵前后方搭个马尾，编一个紧实的麻花辫，把它向内卷啊卷啊卷，固定在耳后，用一字夹卡住，温婉贵气，妥妥的千金大小姐啊！你拍毕业照，拍头散发前脸吧。这两款超上镜的简单编法，蓬松高颅顶，合照一眼 C 位。一定要先把碎发抖出来，遮住发缝，在距离头顶3尺的位置取一缕头发，分成两份，向后交叉，再交叉，看你这一股加一缕新的进来，先向前拧一圈，再交叉，加一缕，继续拧一圈，交叉，这样它会更有纹理感。一直重复同样的步骤，冲着耳朵的位置，在耳后取一小缕，并扎起来，就能把它固定在耳后，让耳朵支棱起来。别忘了扯扯蓬松哦，蓬松又有纹理感，显脸小超上镜。想在上一步的基础上，把剩下的头发夹在中间，外面这一股先往后编，把耳后封起来，然后快速编个麻花辫，一定要耐心的抽抽丝儿，清爽元气超吸睛，妥妥的吸。但这一期就够了。No point one， 扎一个马尾，最后一圈给它掏出来，就这样给它留个丸子。再弄一个小撮，给它变成小麻花辫，扎起来。一撮就是这个样子，下一撮，再下，继续，一边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夹个钳子，装饰一下。No point two， 取一小撮头发，哎，变麻花，编到耳朵附近的时候就给它扎起来，把麻花靠近后脑勺那边扯一扯，再取耳朵附近一缕头发，和麻花辫一起继续编麻花，夹两个夹子装饰一下，再把所有麻花的给它扯一扯，就大功告成喽。No point three， 变得稍微多一点点，在耳朵旁边的时候给它扎起来，和剩下头发一起扎个马尾，让我们一起编麻花。第一下往上面，然后再去折，这样丸子位置就是很好看的，对，有点像蝴蝶结，对吧？一边就是这样。No point four， 头发偏分，这一撮头发分两份，拿到上面来压，再取一撮，拿到上面来，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。到耳朵附近的时候就给它拧两下，好，一个手拿一个辫子，一左一右，下面的这个。各个到一块，然后开始编编麻花。这里会有一个，这里让我一起抽丝抽丝抽丝丝。抽完丝，它这边就是这样子。No point five， 取一缕头发扎起来，从上往下翻一下，再拉出来。好，斜着，这样斜着，两缕这样，你来绕，多绕几下，大概绕个6-7下吧，因为你扎的时候它会松掉。绕完了你就给它扎起来，从最下面这个洞里面，把手伸进去，把这一缕头发给它送过来。洞里不要有碎发就不会卡头发了。来，拉过来哈，把底下这个给它系紧，拉。OK， 开始抽丝。你的这个颞部耳后就特别丰满。No point six， 取一遍头发扎起来，从上到下翻一下，先把头皮边来扯一下，等会儿不好扯，扎一个马尾，手翻过来，再拿着侧面翻过来，
三一拉，二六五，先分一小撮的出来编麻花辫，开始编麻花，一边编好的就是这样。No point seven， 三分之一的头发正在扎一个马尾，这个时候它是塌的对吧？你就找一个黑色的抓夹，跟你头发颜色差不多的抓夹，你给它夹在这底下，好，再扯，后面头发就会鼓起来。用梳子把刘海斜着往一边分，你像我这样抓，你这块就看不见发根。下面的头发再编几个小辫辫。No point eight， 头发再到一边来，然后去就是整个头的二分之一扎一个马尾，开始编麻花。看肉，都是个马尾，可以举几撮碎发出来更随意一点吗？再粘个簪子。No point nine。现在头中间取一缕头发扎起来，再从两边取两缕头发到一块扎起来，把后扎的那个头发从上往下翻一下就有纹理感了。再把翻完的头发用手从下往上穿过去，把先扎的那缕头发拉过来，把下面笔尖扯进扯进，有条件夹个夹子就好喽。还有哪个姐妹没看星星子这个甜度爆表的垂耳兔麻花辫？收到好多投稿，今天咱就来安排上，一起当个可爱小公主。首先我们把头发侧分一点，太正的会有些死板，然后从一侧取两撮头发编两股辫，交叉往下拧一圈。假如新的头发又交叉，重复操作。星星子原版是三股辫，但那个对新手和手残党姐妹来说太难了，两股辫的效果是差不多的，还简单很多。编到耳后的位置绑起来，和我一样比较秃的姐妹一定要预留出靠近发际线的头发，别在耳后来遮挡山羊角。再把两股辫拉蓬松一点，太放的头发分成三股辫成麻花辫，往里折叠，大概对齐我们的下颌角比较合适。橡皮筋固定起来，因为里面的头发也是编好麻花辫的，它有一定硬度就可以起到一个支撑作用，这个兔耳朵就能翘起来。再把后面的头发放到前面，看起来发量就很多。一边一样的操作，这个垂耳兔麻花辫可以说是。